我今天要加班，你先回去吧。你怎么又要加班呀？老板给你安排工作了？不是，是安排的工作我还没做完。那你要加班到什么时候啊？我觉得可能得到凌晨吧。你别等我，你在下面等我，我都没心情做工作了。你一个女孩加班到凌晨也太不安全了。没事儿，我们公司安保挺好的。哪里好了？我连个保安都没有看到。 你不会等了我一晚上吗？怎么会？我哪有那么闲啊？快上车吧。 我车上有毯子，你睡一会儿吧。还说没等，我没等我哪来的毯子啊？那你也不看看我是谁？我可是最佳男友。我男朋友真可爱。没刷呀？没事，我也没刷。 顾安心，你凭什么这么幸福？